今天这款拼图我犹豫了很久要不要拼，有听闻它的难度很高，我怕自己中途会放弃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它只有233片，我即便是一分钟一片，4个小时也够了。那我们就开整吧。这刚一倒出来我就有点后悔了，这些拼块的形状也太随心所欲了吧，是不是有点像甲骨文？瞬间我就变成了古文字研究者了。从图上来看，最外面一圈的颜色是比较好区分的，最外面一圈的都在这里了，我们就先从它们开始。这些拼块真的是不按常理出牌，这两块就挨着这么一点，如果不是上面这一块，我都不敢确定是不是对的。半个多小时了才拼了这么多，有点意思。从边缘轮廓来看，每一块都很像，我竟无从下手。终于把外面这一圈连上了，我可以休息一会儿了。这个位置我还以为是一块呢，没想到有两块合在一起，像这样的还有很多，简直太变态了。就这一块我找了至少有20分钟，谁能想到啊，它居然在这里。哦，全部完成了。从中午12点开始拼的，中间我眯了一会儿，用了差不多7个小时。把它立起来，我们再欣赏一番。拼好后的图案好像是一圈一圈的年轮。宿舍一圈